因为我的工作其实蛮常需要跟时间赛跑的，就是需要跟客户沟通提案或者是执行的部分，时间上不太稳定，然后长期这样工作下来精神压力蛮大的，就是可能造成一些头皮上就没有去特别去顾，可能就会出油啊。我又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下班后可能就是头发也没有吹干就想直接去睡了，长期下来可能造成头皮有点敏感的状况这样子。像我之前讲的，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对，所以 Dyson 的那个大风量的技术其实可以让我更快的就是同时把我的头皮跟头发吹干，然后还有它的智慧温控，就是让我吹发的时候可以同时护发，不同的吹嘴我觉得是最棒的，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如果我要做造型，我都可以很快的就是做到我想要的样子。